这次是加，不是改，不要去改它。加上可以的，加东改改是两码事。先画这个腿，鸡腿。鸡腿，然后呢，画这个胸部，你过来。这个是前面的一只腿，所以在胸部的前面。这个是臀部，破木了，加一点破，丰富一点。这个都是破木，淡破浓，浓破淡，都在破啊！注意啊，用别平常破木破我不知道，所以啊，有一点层次。画到这里的，你要画腿起也可以，画机关起也可以，这个就是随便的。我们现在先画机关，啊，攻击这个机关呢是一个最美的地方，啊，应该是画的好看一些。这个朱砂加一点曙红，朱砂加一点曙红。啊，先把这个鸡眼睛部分先画起，然后画鸡冠上这部分，一边打过来，鸡冠啊。就关一边打过来，不要去改啊，不要去改。下面的机关，有一点空白，这个空白啊，千万不要涂掉，啊，千万不要涂掉，涂掉不好看，啊，让它有个空间，让它有个空间。